感谢您礼拜五的时候继续收看尽责解盘哦。今天呢要跟各位继续讲下去。什么叫继续讲下去呢？亲爱的投资朋友，全市场只有黄尽责呢在这波行情里面，我很直接也稍微有点骄傲的跟各位说啊，各位注意一下，5月4号1 2 3 4 5 6 7 8 9 10 11，请看一下标题，转折完全帮各位抓对了。亲爱的投资朋友，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真正的转折效果，我相信全市场上面几乎没有人敢跟黄尽责挑战了。我也一直跟各位强调一件事，假如各位后半年准备还要继续赚这个行情的话，我就是你最好的选择，我话就这么跟你挑明了。礼拜五的时候我觉得不要转弯了，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大家不要再去想其他的问题了。什么叫其他的问题呢？哎呦老师啊，这个礼拜一二三四五天下来，哎，亲爱的投资朋友，涨这样拉回这样会不会再上？有的时候真的不用太多指标去跟各位在那边穷做解释。哎，我是不是告诉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那么这是从86压下来的，所以整理完之后还会再上去啊？我是不是告诉各位，请各位留意一下，整理的时候就是你准备股票最好的时间点哦。甚至我直接跟你预言，六月份的行情还会有机会哦。你说老师，怎么六月份的行情还会有机会啊？我告诉你一件事，今年来讲的话，你真的什么都不用想。如果你一定要我在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给你点破的话，各位会不会觉得啊，今年啊为什么有很多股票，我们就直接拿国巨来讲，飙到让你不敢想象，而且飙到最后的时候都产生限制交易的现象，飙到最后的时候都产生限制交易的现象，现在叫做被动元件，以前叫做什么？以前叫做比特币，对不对啊？以前叫做什么？以前叫做风力发电啊，各位啊，对还是不对啊？飙到最后都被产生限制交易啊，这个制度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而且呢，请你记得一件事哦，那么每一次飙起来的时候，那个速度之快，我必须要这么讲，在股票市场里面，你说涨一倍涨两倍，我必须要常常讲一句话，有的分析师讲那个话，你一听就知道这个分析师是作假的，或者说从头到尾他只是看书看来的。哎呦，我16年前买进苹果，现在多少？当时苹果35块钱美金，现在700美金，涨20倍。我说你这个根本就是乱七八糟讲。20年你都不用吃饭，20年你都不用结婚生小孩，20年结婚生小孩都不会有亲人生病要花钱，都不会把它卖掉。而且这20年假设你拿到的不是，那我们这样好了，假设你拿我们台湾来讲的话，假如这20年你拿到不是台积电而是联电的话，我问你一件事，这样就对吗？长期持有对吗？所以股票市场里面重点除了股票会飙以外，还要能够快飙，这一点来讲的话，台湾股市今年的制度正好可以快飙啊。我今天话跟你挑明了，希望所有朋友做低基期飙股就够了。各位注意哦，你看到没有，上一次跟各位讲台船的时候根本连动都不会动啊。哎，怎么会有这样的股票，本来连动都不会动哦，就动起来的时候呢，哇，跟喷射机一样，马上被限制交易，噼里啪啦的限制交易了。各位去想想看，之前9958的世纪钢说要动的时候都不会动啊，一动起来噼里啪啦限制交易了。我今天话要跟各位说明白啊，亲爱的投资朋友，今天听到我这一集话算是你捡到了，因为我真的要把所有心里头的话跟你讲，你也要知道说自己要怎么发财啊。我话跟你说明白了，今年的行情啊，别说今年的行情，就是限制交易这个制度啊，在国外假如你飙得太快的话，没有那个给你限制交易的，什么叫你先付款啊，或者五分钟交易一次。去跟各位讲一件事啊，重点他们国外就直接说，哎，盘中的时候对不起哦，哇，你这股票真的太会飙了，那我现在休息十分钟再让你飙飙看，如果再飙上去也是你厉害。没有那个什么限制交易不限制交易啦，要不然就直接停牌了，哪有可能说，哦，来我20分钟给你交易一次，来
二十分钟给你交一次，事情没有这样子讲的啦。二十分钟交一次，现在好笑了啊！如果股票是往上的时候，你限制交易就算了；往下的时候，被套牢了更卖不掉，那不是哭出来了？现在各位想想看哦，二三二七的国巨好了，我们现在直接讲国巨啊。你又假设你是限制交易的，你有没有想过啊？是每一隔五分钟啊，可能一跳就是跳多少？跳三块四块啊，一跳跳下去，从907块跳到多少？下一个就是865块，跳35块。35块，假如这中间是500张的话，限制交易，那差多少钱呢、啊？一张差35000，500张的话差多少？卖空500张，50张你就受不了了，150-160万了。500张的话是1600多万了，所以到最后呢，大单都出不掉了。所以我就这么讲一件事啊，各位有没有想过啊？一个股票，我们现在假设它本来就要准备涨到1000，假设本来就有可能涨到1000块。如果你采取限制交易的话，会发生什么情况？我告诉你一件事啊，它会在前面涨非常快啊，反正涨到有一天你限制交易为止嘛。涨到限制交易，反而对这些主力做手是好的啊。它可能到了这个地方慢慢卖啊，或者到了这个地方，至少别人不会很快卖，因为特别是低档的人，他可以随便卖啊。碰到限制交易的时候，假如你本钱是600的、500的，你当然可以随便卖啊。问题是你假如是不小心套牢的，你就在那边等在那里啊，所以套牢人不会卖、啊、套牢人不会卖的话，不就是给主力做手最好出货的机会吗？所以我告诉各位一件事啊，台湾股市现在限制交易的股票非常的多，哎，不是6472，各位看到没有？当为什么会这样子飙？因为主力做手知道说在这一段里面拼老命飙是他最好赚钱的时刻，这是制度上面刚好有这个所谓的洞让你钻啊，你听不听得懂啊？反正以后不能飙嘛，以后要被限制交易，现在就赶快飙嘛。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啊，各位来看一下、啊、我们跟各位讲说，请你注意这种低基期的个股呢，哇，完全还没有涨，完全还没有涨，看到没有？从头到尾还没有涨啊。各位想不想知道说这些个股啊，我实在是不想说真的这么快就给你公布啊，但是我先公布一档跟今天你可能连买都买不到的，各位来看一下4725的新昌化，公布一个月赚4.5毛，信昌化一涨停板，请你注意哦，今天很多人不知道信昌化涨停板之后为什么中石化也攻上涨停板，盘中的时候还来问我，我就说中石化当然会涨停，但是呢你要不要买由你做决定。同样的1312的国桥拉尾盘，1310的台本拉尾盘，为什么？各位知道吗？信昌化是做什么的？信昌化做的东西叫做本分啊。本分是做什么？我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跟你解释就好了，就是清洁剂。但是它不是一般的清洁剂，你不能说啊，好，本分我拿来自己用手洗。对不起，它是属于高科技电脑业者以及呢所有这种所谓比较高级平台的一个清洁剂啊。而这个本分真正的一个提炼呢，是来自于什么地方？来自于第一个，你一定要有本，那所以本就涨上去了。一个叫什么？一个要有丙烯啊，这两种所谓的塑化股合在一起才能做成本分啊。我现在先不要管那么多了，亲爱的投资朋友，有没有想过啊？当初怎么不会涨？当初怎么不会涨？哎呦！啊、这个月线老师讲说哦，月线是已经在低档了，就不会涨了啊，月线不会涨了，各位啊，看到没有啊，你涨呢，我很怕你以后买不到，不过我今天公布了，我直接告诉你，我觉得以后可能买不到，很难买，你可能要从这边下手了啊，你可能要从中石化或者什么1310的 台本下手了，不过呢我当然还知道一档跟4725信昌化一模一样的个股，完全还没有涨，所以请你想尽办法赶快跟上来。包含了昨天我跟各位讲的还没有涨上来的股票呢，今天开很高哦哦，我不晓得有没有带出来呢？今天开很高啊，但是请你记得一件事啊，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来，亲爱的投资朋友，现在这种在月线非常低档位置的股票啊，还真的蛮多的、啊、我现在很直接告诉你一句话，这后面绝对还有利多啊，这后面有利多，除了油价已经涨上来以外、啊、
油价已经涨上来以外，这后面绝对还有利多啊。现在就看你要不要跟上来。而且今年台泥集团，各位看到没有？我觉得最不可能大涨的信昌化竟然率先攻上涨停板。前两天我就说，请各位注意台泥集团，甚至包含像嘉泥等等这些股票了。台泥结果最后是怎么样？砰的创新高嘞！啊，各位啊，塑化股是不是创新高啊？老师啊，塑化股我没兴趣，我只对电子股有兴趣，那你就不要赚。老师啊，生技股没兴趣，我只对电子股有兴趣，那你就不要赚。我明讲一件事，老师啊 ，F 立丰不可能赚钱啊，不可能赚你什么电子股啊，那你就不要赚。我现在话就跟你讲明白，要不要换股票由你做决定。因为我一直认为说，这一波来讲的话，真的话要跟各位挑明了。股票市场里面本来就是会涨的股票，那么真的轮到它涨的时候就是要涨了。你说老师爱滋味这个卖酱油的卖酱瓜的干嘛呢？我告诉你，会抓老鼠的猫就是好猫，总比你那个股票不会涨的要好，对不对 啊电子股现在很多 都躺在那边好像要动不动的 啊要动不动的、啊、各位啊，看到没有啊，不对，2303也是啦、哦，今年本来就是传产年了、啊，油价创新高，你去加油都知道了。但是我一直每一次都这样子，我这些年来连续已经在股票市场这边坐在这个位置21年了，好像电子股不会涨，好像就没有股票要涨。电子股也会涨的啊，各位啊，啊，亲爱的投资朋友，我跟各位讲说，各位注意一下下个礼拜矽晶圆还有高点、啊。我跟各位讲说，各位注意一下，下个礼拜矽晶圆还有高点。你说老师为什么？答案很简单啊，各位看到没有？技嘉是不是本来黑 K 棒隔天拉起来，所以下个礼拜还有高点。所以你放空的朋友，你自己眼睛要放雪亮一点，不要说哦一根黑 K 棒我就 K 它之后隔天只要会上来，通常隔天还会再给你嘎一天。有的时候放空哦，前面放空被嘎都好像觉得很痛苦，第二次摊平又被嘎了，不得了。所以我跟各位说一件事啊，这行情真的是最好赚的一大波，很多股票陆陆续续都会上来。我要帮你找的就是像信昌化这种股票，各位看到没有啊？就是要帮你找这种股票。这种股票一旦上来的时候，我跟你讲，想第二次买都很困难。逮到了就是你的，逮不到也没有关系啊。我今天公开说啊，昨天跟你讲5478的智冠，亲爱的投资朋友，你早上也可以卖啊，没有问题啊。而且我认为智冠，你觉得结束了吗？哼哼，说不定哦，因为创新高啊，创新高有人要当冲啊。股票市场里面做对方向就是要赚钱，做对方向就是要赚钱，跟对人做对方向，那只有黄景仁能够帮你。欢迎你想尽办法加入我们团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传统投顾黄老师因长期操作绩效甚佳，所以遭到非本公司的网站播放影片之后，而连接到不是本公司网页以及联络资讯。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提醒所有的投资朋友，如果想要参加黄老师的会员，请拨打电话02-2752-5868，或者是拨打104查询传统投顾，以免上当而让财富遭受到损失。参与专线02-2752-5868。成都投顾三大保证：第一保证正派经营，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坐手勾结坑杀散户；第二保证诚信为本，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第三保证带进一定带出，精选持股，持股集中，保证带进一定带出。成都投顾拥有股票期货双证照，带您领先洞悉市场，稳健获利，无往不利。陈通投顾值得托付，02-2752-5868。为什么跟各位讲说今年的多头啊？昨天我跟一些股票市场里面比较资深的，甚至是外资的朋友在那边聊天啊，我们说今年的多头感觉上，各位有没有发觉啊？是一只动作非常缓慢的牛啊，甚至呢，它会有的时候不小心一转身啊，不小心一转身啊，就让你以为说啊，空头来了。我也必须要这么跟各位承认，我也曾经有几次转身的时候，哎呦，觉得说，哎，
事情还没完呢，但是怎么就这个样子了？你懂我意思了没有？多头市场还没完，怎么就这个样子了？牛老师，什么叫多头市场还没完？各位注意啊，什么叫真正的多头？我真的今天来，因为还有再三天到四天啊，等到下礼拜二，就是5月23号，万点满一年，还差2天到3天，万点满一年。有人有告诉你一句话，一万点就要放空。我现在就要告诉你什么叫做一万点，亲爱的投资朋友，各位注意啊，你还记不记得以前陈水扁时代的一万点？那个我看过，我今年51岁，我看过，我年轻的时候，我还在念书的时候，李登辉时代的一万点、12000点，我也看过，那是什么股票都飙过一次啊？李登辉时代台凤罐头也会飙啊。陈水扁时代有很多下市的股票也飙上去了，什么什么看那个那时候叫什么名字啊？但是各位啊，你发现这次有什么股票都能涨上去吗？告诉我，一万点呢？所以一万点，我一定告诉各位一句话：所有股票都要飙高一次啊！一开始的时候2330，台积电飙高一次，这才是开始而已啊。再往前推2317的鸿海飙高一次，这才开始而已啊！你可以告诉我说，鸿海开始进入了盘整，甚至盘跌，甚至它是最领先下跌的，因为 iPhone X 的确没有像以前卖的那么好。你可以告诉我这些话都没问题。但是鸿海拉回来，绝对不会代表整个大盘都没有股票要涨了。请你听我这句话哦，要不然说鸿海为什么拉回之后还有这么多股票？什么风力发电，什么什么比特币，什么现在已经涨到被动元件，还被动元件还在涨。所以我要跟各位讲说，各位啊，你真的不认识一万点啊。这一整年为什么很多人看到一万点就跑去放空，结果最后呢，不好意思讲，讲难听一点叫做尸骨无存啊，讲好听一点叫做钱输光了，那也差不多吧，兵败如山倒。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说一万点有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刚才你不是看到爱滋味吗？哎，怎么爱滋味也可以啊？你给他攻击过尾的话，怎么爱滋味也可以啊？啊，怎么味全也可以啊？我就告诉你一句话：一万点就什么股票都要飙一次啊！你不能说今天台积电涨上去，我讲个比较远一点，你不能说今天台积电涨上去，其他股票就不能涨。所以今天信昌化涨上来，其实答案很容易耶。各位有没有发觉一件事啊？来，信昌化在什么位置？在40块啊。信昌化过去多少？154块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看一下1301的台硕。台硕在信昌化140块的时候，它117啊。台硕现在是100多啊。信昌化多少？40块。这不是从头到尾都没涨过的股票吗？来，我们再从集团股的观念来看。台泥现在多少？台泥至少也从低档涨上来了，亚泥也从低档涨上来了。请问一下，信昌化要不要上来？他们三个是同一个集团的，甚至呢，2104看到没有？中向也涨上来了。我再举另外一个集团了，最两光的集团，来各位看，2204，好，看到没有？中华还有一段距离啊，至少还维持住高档。甚至呢，各位看到没有？9941玉龙哦，创新高哎，这个字怎么念啊？啊，这个字怎么念？哎呀，老师，我听错了，我买成这个，这周有没有涨上来啊？它有没有涨啊？它也还没涨哎，所以你看到没有？今天这一周连嘉裕、西孚这些股票都涨上去啊！哈，各位啊，嘉裕、西孚的股票今这一周也拉出一根红黑棒上来了。低基期飙股那就是这样子啦，低基期飙股就是这个样子啦。所以我跟你讲说，很多股票目前为止都还在低基期飙股的一个性质啊。你怎么敢跟我讲说这里涨上来之后不会像什么？好，我们低价比低价，中环怎么也会飙啊？那这种更不用讲了，哇，好多年都没有利多了，结果今年一利多不得了，因为世界上最大的风力发电竟然发生在台湾呐。所以你只要捡到一次，一世人就赚起来啊！一次你就好好的啊！你各位来想想看，我为什么这一年跟各位提到1609的大雅，
七块半到现在为止都是大胜，大都是大赢家，而且现在还没完呢。太阳能、风力发电，反正只要做这两样，他就还没完。甚至呢，也连他的哥哥都被带起来啊，电线电缆的老大都被带起来啊。你不要说老师，华新创新高哎，我跟你讲一件事，如果你比赛那个本利比的话，那的确是华新比较便宜了，因为华新是补涨上来。等到华新涨不会动的时候，又涨回来大雅，又一样的道理。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股票市场里面，只要钱还在找多方，你就不要想那么多啊，各位啊，伦敦啊，甚至包含像巴黎啊，都已经创新高了。他们那边还有欧洲五国的意大利，注意哦，欧洲五国，你以前叫它欧洲五国创新高哦，猪都能够飞上天的话，那你还去，你还比猪？这样讲就不好了。我其实很尊重猪的。道教讲说猪来讲的话是将来准备转身为神跟人的前身啊，所以你一定要尊重猪，猪拿肉给你吃啊。但是不管呢，总之伦敦也好，法国也好，纽西兰也好，创新高，油价的沙特阿拉伯创新高，油价创新高。这个礼拜你加油，你都知道说要创新高了。请问一下，那油价相关的国家，包含还大陆，要不要继续涨？油价涨上去，原物料股会不会涨？甚至呢，很多股票到现在为止还没涨哦，来包含日月光也还没涨啊。哎呀，花了这么大的心力去买，去把那个细品买下来，结果还不涨，还三个礼拜都在这附近，大家看到没有？你觉得是不是好的布局时间点？我认为是啊，我认为是啊。张前生或张董事长绝对不是就这样子而已啊，对不对？我一直跟各位强调，所以这个行情里面，各位记得一件事，来注意。在卖上尾的时候，限制交易了没？限制了。在卖9958四季钢限制交易了没？限制过了。那为什么会这么飙？为什么海船也飙，这个也飙，这个也飙，而且一飙都时间上都不踩刹车的？我一开始就告诉你了，这次有这个限制交易的制度啊，让低档的买盘啊，我们不要用主力买盘形容啊，那主力听起来好黑暗啊。但是哪一只股票没有主力？哪一只股票没有法人也是主力啊？哪一只股票没有那个低档用力买的人？有吗？买了之后它才会涨嘛。但是有这个制度，他们好开心啊，嚯，反正什么股票都给你冲上去，冲上去之后再来看什么？再来看龙券啊，再来看龙券。嚯，我看到有一些人在放空的，我实在是觉得实在是不晓得怎么去可怜了。为什么？什么时候就知道说这股票一定是翻了、啊？那这支撑在哪里？我可不可以教你一下下？你各位看到没有？这融券都没有增加，什么意思呢？因为融资没有增加的状况之下，融券不能增加。有一张融资才能换一张融券嘛。那我要跟各位讲说，各位请各位留意一下下。那既然融券没有办法再增加，哇，糟了，电脑卡住了。融券没办法再增加的话，请你记得哦。那通常来讲的话，那就代表说那个股票上面是超涨，这是没有错了。但是第二件事情啊，没有融券不能增加，你说今天看到被动元件真的开始跌了，已经没有券了，你去哪里放空啊？没有券了，你去哪里放空啊？这就是做融资跟融券最大的不同啊！你做多不怕买不到啊，但是你做融券明明知道说，哎呦，这个时候不行了，我告诉你，因为这是万点行情，万点行情全部后面飙到十周面的时候，所有融券都被嘎空。为什么华新科融券被嘎空了？为什么不去摊平？因为没有券了，你知道吗？大户口袋讲不尽了，所以很多知识，我希望所有朋友在我的节目当中，你如果你不能赚得到钱，你要知道保护自己，你要知道说到底行情在飙些什么东西呀、啊？今年你就不要管那么多了，就是这样子啦。快的叫做台船，慢的叫什么？慢的叫玉龙啊！我干脆话跟你说啊，那快的像我的股票就是很快啦。快的叫做信昌化，还有一档不能讲啊，还在手上不能讲，还有一档就你看，你觉得它不会涨？告诉你一件事啊，昨天涨停板，今天又跳空开高啊，这就是你要赶快跟上我最重要的理由、啊。等我公布的时候，就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啊！恭喜啊，市价先行出场，恭喜大赚啊！所以礼拜六日，希望所有朋友在我节目当中，除了赚钱以外，更学到知识，更学到自己对行情里面真正的观念。黄敬哲祝福大家，下礼拜跟着我们继续赚大钱。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